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大家学好、用好辩证法。那么我想呢，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有所收获，好吧？嗯，那么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，同学们，咱们今天就下课吧。新时代的风范，天才校园承载来自五湖四海的梦想，书写传奇的传记应该由我们来实现。成长的旅程即使困难也要不惧挑战，建党100周年，中国是我骄傲的源泉，无论身在何处都怀念家乡的一份惦念。第14个5年，整个格局正在构建。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，百年精神薪火相传，高歌猛进建设美好明天。这是天才少年使命，永远存心间，熠熠闪光走过每一天。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嘿呀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嘿呀，我还
是从前那个少年，嘿呀。